他是一位留有中国血统的英国人，为了番禺的教育发展，他不停穿梭于番港两地。是什么促使他这样做呢？是番禺的家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根都不记得，家乡不记得，我觉得有点过不去咯。敬请留意《鬼佬在番禺》。百姓身边事，好嘢话你知，欢迎收睇《话说番禺》。我哋今期节目嘅主人公系一位老师，而且仲系一位外籍老师。识佢嗰阵系喺一个培训班上边，本来觉得佢冇乜特别噶，后嚟为佢能讲一口流利嘅中文而感到惊讶。闲谈之间，更加佩服佢对番禺嘅深入了解。一位外籍老师何以心系番禺，致力于促进番禺嘅文化交流呢？Leslie 拥有一副外国人的标准面孔，棕色头发，蓝色眼睛，而且他还有一个中文名叫梁炳芬。在国内有很多学生和朋友都会亲切地叫他梁 Sir。 梁 Sir 的妈妈是番禺人，虽然梁 Sir 自小就在香港长大，但是他从小就接触中国文化。他很自豪地跟我们说，他是半个番禺人。1995年，他初次踏足番禺，自此之后，他就频繁往来于香港和番禺两地，促进两地间的文化交流。回想起番禺在这十几年间的变化，梁 Sir 说简直是翻天覆地。我记得如果我第一次来番禺，应该是 Day Back 1995年，那时候比较落后。番禺我记得搭车呢都烦啲嘅，嗰阵时如果搭车过嚟，仲要中间都要坐埋人嘅，系好 uncomfortable。而家都得渠道啦，搭车深圳过嚟个半钟已经舒服到好多，各个交通嘅网络个 communication network 系非常之好。我觉得番禺嘅发达系番禺嘅人民咧，佢哋嘅努力亦都有佢嘅好大嘅贡献喺度。梁 Sir 在香港有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在当地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英语老师，但是自从他踏足番禺土地之后，他就跟自己说，番禺是我的家，我的根在番禺。可能我比较上少少优势，我对中文都叫几流畅，我都懂中国的文化，纯粹的外国人去教英文，他未必明白，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文化在哪里。我想我这样东西我都懂的，咁我諗會係事半功倍啲咯。點解我揀番禺啊？簡單講，呢個我家鄉嚟嘅。咁我第一個選擇應該我自己家鄉啊。梁 Sir 希望自己可以對番禺有所貢獻，同時將呢一份希望付諸於行動。喺呢十幾年間，佢喺番禺開辦過無數次嘅英語講座，包括學校、機關單位同私人企業。他希望能够借此提高番禺人的英语水平，跟上世界形势。梁 Sir 间唔中就会率领香港的学生来到番禺，来个番港学生交流添。我哋同阿梁 Sir 咧，时嚟嘅认识其实就喺早喺1998年咧已经系认识咗噶啦。咁当时我哋1998年咧系有一个全国一个洪灾啊，咁所以我哋就呢时嚟咧就喺我哋学校咧进行咗一个属于系义演嘅辅导。咁咁多年以嚟咧，我哋一直都有来往。咁呢时嚟就会不定期咧佢自己上嚟啊，或者系带啲香港学生上嚟啊，同我哋个学生上一个交流，为我哋学生咧提供咗一个接触英文啊，呢个放胆去讲英文嘅一个咁嘅一个平台。咁我哋近几年咧呢个学生嘅英文嘅水平咧，应该讲系不断进步。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呢个咁嘅活动系非常之有意义啊，同埋咧系富有成效嘅。嗱，我唔想用入边嗰个照读嘅，因为照读呢个唔系学校。我今日就讲咗啦 ，I'm making a talk in my school， 跟住逐句读，后边嗰啲会点啊？视频。咁佢咧就唔单止教我哋系正式英语，仲教咗啲比较地道口语化英语，咁样喺日常生活中有更加广泛应用。同我哋传统嘅就系老师教嘅语法啊，乜嘢咁系唔同嘅。传统嘅咧就系为咗考试而学英语，而佢咧就为咗用英语而学英语。Don't shake, shake my nerves. Don't shake, shake is nervous, 紧张啊 ，don't shake.
佢教學上其實是一個很盡責的老師，不斷很重複地提某些東西，雖然有時候覺得是長氣，但是他、教得很生動。他很即是教學時就很輕鬆的跟學生打成一片的，學到其實學到的東西不單止是英文，即譬如有時候用一些新聞我們看、啊、又給一些國際大事、啊、譬如一些端午節、啊、教我們怎樣說、啊、做些什麼、啊、反而令我最深刻的是去教人生的道理。 Mr. Les Dinner is Heroes Nice Helpful Generous。 我們應該有十幾年朋友了，到現在十幾年大家之間的關係都非常之好，他是很坦誠對待每一個朋友，他有些性格是有、外國人那種性格比較直、啊啊、作為老師他有那些專業水平比較高、啊、可以我們在、一般的即過濾那些英文老師裡面學那些東西是有時未必學得到的。咁啊，個人咧就好活潑啦，又好 nice 啦嚇，即係交流起身咧都好平常咁樣，好開心嗰種，好自然咁樣。我覺得佢個人咧好熱心，而且咧好肯幫朋友，好義氣。咁啊，呢個朋友咧就好信得過，好交得過㗎。这位半堂番的英语老师在番禺经过多年的努力亦都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在他眼中就算付出再大都是值得的。早已身为人父的两 Sir 每次从番禺回到香港都会将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跟家人说，特别是番禺的变化。他说自己的家乡是番禺，亦都希望两个仔能够喜欢番禺，对番禺了解多。